OK， 有没有人不服？哎呦，好戏！如果待会时间十就有没有不服的？有没有不服的？有没有不服？有没有不服的？我相信袋鼠的表演作品完了之后，没有人敢下来做，一定没有人。应该没有人会出来跳我那首歌，基本上都是自杀。关注了亮哥，亮哥也蛮后边的，所以说他是个炸弹 ，call 谁谁爆炸。说我这个号码是靠后的，所以说我只能说是赶紧的要 call 了，不然靠后面的话，49个位置就会被抢到。有没有不服的？有没有不服？欣赏的一个，一个对的都能想死。出来跳舞那首歌，基本上都是自杀。他要跑出来跳，他跑出来跳也是自杀。等一下，他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你知道吗？这样是自己对打自己对，是你的选手不一定是你的队，之后不见得是我的队，现在也不算你的队吧？他在96。96，96号。整个都懵掉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第一开始来个刺激的，完蛋了，袋鼠肯定输啊！那江浩，观众有可能很多不太知道，各大世界顶级起舞赛事，他们都是裁判级别了。江浩他是很牛的编舞师，但没有看过他 battle 和 cipher， 所以就很期待。全程是站在原地完成的，后面从那个歌词一进，他就开始吊拍、空拍，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点抢拍。我心里面想是他凉凉了，他要回家了。哦，我手心手背都是肉，特别棒啊！你的人越来越少了。哦，对，我的就是这样。我觉得排到后面，我觉得没有什么坏处。哎呀，我的妈呀，崩溃！就何必呢？明明两个都可以晋级的，那江浩下来不就一定要淘汰一个人吗？何必呢？投！不服挑战由四位队长共同投票。3、2、1 ，Go。Sorry。我从来不是不服输的人，输我也输得心服口服，因为我现在不服。袋鼠吗？他跳的其实已经超出我的想象，我觉得真的发挥很好很好。
我觉得姜哈那一轮，我只觉得他没有完全的赢。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争议。姜哈第一个他不是在国内生活的人，所以他对一些中文的造诣他没有那么的了解，但他可以在80%的几率里面去做到他想要去做的东西，就已经算是很强。恭喜姜哈！恭喜！我以为他们可以去抢夺你们的名额，却没想到他们却彼此抢彼此的名额。一会儿我给你看看我们团队的舞种啊！哎呦，啊，是吗？真的真的，这么有自信的话，我也想看看待会你的选手里面有没有比他更厉害。有请东北第一震感舞舞者小飞。本轮考核，韩庚没有投票权。强者，哦。小飞首先晋级，好，谢谢。在海选的时候他给我印象也挺深的，我觉得他真的是有实力的，很难得的一个舞者。Even when you feel low, you can still go. Even when you feel slow, you can still go. Even when there's no hope, you can still go. I never answer to no, man, I still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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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Hustle hard, hustle every single day. I'll be making moves till I'm buried in my grave. To the system, I don't wanna be a slave. I've been doing shit my way, or the highway. And in the driveway is a nice range. Cause I grind through the climb, I invite pain. You'll never hear me, bitch, nah, I don't complain. Just gotta flip the switch and you can go and obtain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need. Your mind's got the key ingredient, it's belief. They'll see what the next.我感觉你前面的内容是你一开始先想好了，但你到后来的时候开始 freestyle 了，是吗？刚才是 freestyle 啊，有看得出来，因为你后面已经半放弃状态了。前面的体力可能消耗太大了啊，我之前在试跳的时候也会消耗体力啊，但今天可能就是已经走神了呀。我老是觉得就说有可能是今天太累，或者是我觉得有一些选手会用这个理由去来作为一个表现不好的一个说法，我可以看得出来他哪一些是真的在瞎掰，你知道吗？今天他发挥的一些失常，但是我觉得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我相信他后面肯定会表现得非常好，因为我看过他海选。我觉得赵教练还能看出来他非常棒。我觉得如果要是真的懂得舞蹈的人，一个动作一个舞步你就知道他的功底是什么样。不要架构，因为功底每个人功底都差不多。如果你要有这个说在架构上你来去挑他毛病， OK， 这个确实他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些东西。你有疑问的话，我建议啊，你可以让他去让跟别人去 battle 试一次。因为每一个队呢